山车、广山跟快山，然后它在乌来的福山这个地方，它的登山口还蛮隐秘的，所以要仔细看一下。然后正确的 GPX 我之后会在留言下面，就是下面的解说会贴。就继续吧。这个就是它的登山口。从这边走上来，然后有个民宅，右边这边就是它的登山口，还蛮多杂草的。现在是早上的5:59，来到这边，它写往左是往取水区，那往右上就是继续往山车、广山还有快山的方向前进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到这里都还没有喝水，所以应该不用取水了，就继续往右上走就 OK 了。现在是6:18，然后我花了大概1小时1分钟来到这个一棵很大的树这边，这不知道是什么树，超级大，然后天已经快亮。然后等一下要继续往上走，应该很快就会到山车广山了。看到这个水泥柱就差不多快到了，只要大概再爬升60公尺就到了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非常漂亮。现在6:37，我终于到这个山车广山。山车广山海拔955公尺，有一个山字森林三角点，这里腹地还蛮大的。等一下小修一下，继续往快山的方向去了。这里就是山车广山。腹地还蛮大的，然后就是它的山字森林三角点，950公尺。等一下就要继续往上走了，喝个水，吃个东西，继续往快山的方向攻去。现在6:50，我也休息完了，那就继续往快山走吧。现在来到一个小山头，然后往前就是1288峰，然后没想到这里海拔差不多1200，竟然还会有这么茂密的建筑林，蛮神奇的。这里有一个还蛮新的路牌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来的路，就是往那个山车广山跟福山村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是，他说猎人路，然后可以到那个福山吊桥那边。不过这个路非常的不清楚，然后鲁地图上面也是标艰难路线，所以要走的话，最好是。有经验、有探勘经验的在考虑。那这个，因为我等一下下午还要赶去上课，所以可能就没有要来探这条路了。可能有待之后有机会再来走走看。现在是早上7:51，然后我大概花了2小时18分到这个1288峰。那我这里就不休息了，我直接下到1288峰跟快山之间的鞍部，再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就直接攻快山，然后下山回去了。这里有一段拉绳陡下，这个还蛮陡的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
就近在眼前了。现在只要大概再爬升70公尺，就会抵达快山的三角点。有个这些树都会变成，就是树根都会变成超大的树洞，然后感觉很适合拿来挡雨，然后超多神木的，非常壮观。好，现在是早上的8:57，我花了大概3小时11分左右，然后来到这个快山这边，这是快山的山顶，然后这就是刚刚来的路，要钻过很多的巨大倒木，之后就会来到这一片空地。是快山的山顶。那我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就要继续往那个福巴月岭古道切下去，然后接到福巴月岭古道，然后再走回福山了。就从这边走过去。9:19，然后我也拍完照了，休息完，那就继续往前出发吧。现在我又接回福巴月岭古道，那等一下我就是要往左边走，往福山的方向回去。这就是福巴月岭古道，整路都很平坦。那这里有一个指标，而且左往福山。然后右边是往拉拉山，那我就是要往福山的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了。这里有个展望处，然后可以看得到对面的塔曼山跟巴伯库鲁山，对，然后还有查肯山。查肯山应该就是我的下一座终极山目标吧，我应该会走探勘路线，塔摩查路线。很久没人走了，之后走完再来分享。现在来到那个福巴月岭古道跟蘑菇山查肯山的岔路，这左边这边是往蘑菇山跟查肯山，而且真的很远，而且不好走。那我们这次就是要继续往福巴月岭古道回到福山去。好，现在是下午12:36，然后我又回到福巴月岭的起点这个吊桥这里，等一下走出去就是福山部落了，然后我再走回刚刚停车的地方就可以，那就继续走吧。Thank you.
理完东西，准备要回去。这次的总花费时间差不多6小时11分那边，就是行走时间了。如果说路径会不会难呢？我觉得其实它的路还蛮简单，只有过12880峰之后有那个断人，断人的地方拉绳要比较小心一点。那其他就是都还蛮好走，几乎都是缓上坡。然后福巴越岭古道的部分的话，一路都是非常平缓的下坡，就是一直往下这样走而已，偶尔会有一些上坡，然后有些地方会经过一些崩壁的话要小心，因为会有一些小碎石，要小心不要踩到碎石滑倒，那就是可能会受伤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